女巫记录员哪个值得练？记录员啊。我看看哦。他刚才出生在哪里哦？我刚才那鬼讯息回播吗？哎呦，在我这边啊！想干什么？怎么样？你以为我怕你呀？你下来，来，你下来，来，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你来，我告诉你我怎么玩你，各位看好学好哦！女巫的一大弱点，我再下去，怎么样？逼你切回来，看你怎么跟随啊！你在跟啊？你们咬屁啊你啊！来打打打打打打，拜托你打！对，来各位学一下怎么玩女巫啊！来，你再过来，本体有狗对不对？没关系啦啊，这个没什么啦。来，我们先这样子哦，看好各位怎么做哦。我们先这样做，一直绕圈圈，好下去啊！好，这样就对了。哎，这过来，真的，那个女巫本体在楼上哈。然后接下来怎么做？我们在这边等。哎，等一下，赶紧挪了。啊，你这个剧本写就不是这样子，然后人家刚好下来的时候刚好咬的哦。哦呦。爬你呀、啊！我就猜你不敢打，来闪现啊！是不是不想消寄生贪吗你哈？你在贪呢、啊？我操！来呀、啊！意什么意？来！牛嘛，啊！不交技能，我盖板，是不是？他又没寄生呢，然后我们就轻松溜，所以到底女巫多难溜？请问一下。是不是？怎么吃刀我们就至少一刀要吃给分身，他就 GG。然后这队友只要轻松的修机，然后搏命救。一二就没事了。你还是想干什么？古董装打他呀！你是不会打人是不是？你那根棍子装饰的哟！你还跨那里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真的是服了他，真的。你不去贴门在干什么？看不懂。好，现在他刚开始没有追对古董装，你看他这么蠢，他这么的蠢，我服了。你看看。我真的是服了，病患又去给人家打两刀，哇，真的是好家在女巫先追我呢吼，哇，我跟你讲真的 GG 了，我跟你讲真的。然后这时候跟了，我们要以防万一，女巫在看我们要怎么做，就是在这边，好，风道下来，想干嘛，对不对？你在交闪现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你在交过来想干嘛？有没有舒不舒服？女巫好不好溜？很好溜。啊，我们带他逛街。来，你不想让我走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地窖，对不对？你没看到，好，很好。那我消寄生，你奈我何？没了哈，你只能眼睁睁看我跳地窖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就是他。